这写的什么东西啊？这文中的字只有老夫能够翻译。到底想做什么呀？我要你们俩成亲。一起练就一起练，但为什么非要成婚？必须成婚啊。我主夫人没说必须成婚。是啊。好，我们成亲。你说这燕姑娘不是和白公子是一对吗？怎么这会儿听着像是要嫁给龙主了？那你个臭老头，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。白老师，你俩成亲就别叫我啊，我是不会去的。让开，让开。听这个动静，莫非你把整个龙骨都搬过来给燕姑娘了吗？你用这些俗物当聘礼的话，对燕姑娘会不会不太尊重？她会喜欢的。这些都是赵叔想让我看见的东西，他一直在阻挠我取得幽冥符。原是我负了你，我早该还你。那我借你一颗，等以后我再把真的那颗找给你。时光总慢，幽冥符你必须拿到，我一定会让你好好活下去。散漫星空，天佑，这一路上你虽然三番两次的害了我，但是你也三番两次的救了我。站在我身后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这一切。